肠道炎好发于两岁以下的幼儿，但高雄一名五岁的女童到半夜就会哭闹和腹痛，就医发现竟是肠道炎。我有一块东西套进来，小肠，我在这边。医师帮她灌肠解套，三个月后肠道炎复发，小肠又套住小肠。一般小肠套小肠，它那个非常的紧啊，灌不开，召会小儿外科为她进行手术。医师将套叠的小肠拉开，发现他肠子有一块增生组织，没克起势，这就是导致他一再肠套叠的祸首。手术后已改善，没契合气势和胚胎发育异常有关。医师提醒，两岁以上的肠套叠要注意是否有肠道畸形或是肿瘤，必须找出原因。因为肠套叠套久了，被套进去这段肠子呢，它会缺氧，会缺血，它会坏死。以免造成肠坏死甚至致命。董新闻高雄报道。无人甲你动啊，有只看有爽，恁白头翕上有料的，有会看会爽，好康长久。趁即马厝找免钱，做些朋友。